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我今天来玩这个奇异博士。我们这个招式呢，是可以把车子拉回来的，看到？按这个 G 呢，可以切换攻击招式。那我们先把这个车子拉过来。等等，我的能量条不够啊。OK， 我先把这个车子啊，从车子身上获得能量，所以车子会爆炸。OK， 我们现在能量条慢慢的恢复了，看一下找哪一台下手。这台车，哇，超屌的，吸取它的能量，它然后车就炸了，炸毁了车子好像就不能吸了，但是它会慢慢的恢复啊。吸别台车比较快，我觉得。按这个E呢，可以类似像传送的方式，可以飞得很远。这台车也踢太远了吧？看一下这老兄可不耐不耐打，踢他一下就飞好远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弹起来。哦，撞到杆子了！哎呀，打到黑人了，其他黑人看到就会围过来打了。哎呀，你在里面干什么啦？我来找你啊！哎呀，挥棒落空，走开啦！弹起来！哎呀，哎，你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哎，你刚刚偷看我在。不要走啊！另外一个嘞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啦？看到我在追你啊，那表情很好笑哎。哦，看什么看啊？哦，我也太扯一点了。哇！是跑不过我的，我会穿。哎，人不见了，都你啦，这怎么烂车啊？哇，我这能力好强啊！翻滚啊，翻滚！哎呦，这位老兄想干什么啦？他是不是又爬起来了？人呢？被车撞了。哦，不是我撞的哦。哎呦，没有挥到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要给把车拉过来。对人没有办法，对，但是会消耗能量。但是他是怎样抽蓄嘛，对？站着不要动，站着不要动，站住啊！站住不要动啊！把车子也拉过来撞啊！他倒地不起了，哇吼，又撞到他了，哦，能量不足啊！我先恢复一些能量好了。把车子炸掉，恢复比较快。我们现在挑战一下军事基地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。啊，刚好一堆军人在演练是吗？一看到我就射击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是奇异博士哎。这个电流对你来说应该是小 case 吧？哇，哇塞，360度旋转！啊，手上还会发亮啊！哇，这台车撞得好烂啊！
哇，这炮弹很凶啊！直接翻过去了，哇，炸了哎！我先逃到这个屋顶上面好了，这样子应该追不到我吧？仔细看一下这个人行道这里啊，哦，普切，哎，你跑很快哦，你等我一下，站住，你不要动啊，好不好？让我挥一下嘛。站住啊！站住！叫你站住来动，叫你不要动啊！不要给我动！不要动啊！硬要跑啊！不要跑了！不要给我跑！哎，让我挥！真爱跑哎、欸，屁股很大。算了，我找另外一个人下手，找个不会跑的，就你了。哇，打到另外一个桌子哎！干嘛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去旁边坐好。哦，这位光头老兄，你一直在打我啊！来啊，再来，再来啊 ！Come on, baby。换一个什么？那个是，它好像是可以传送，然后飞犬吧？是这样吗？哦，它可以靠近，然后飞犬。对，没错。但这个好像不太好用。哦，对，它叫挥拳的时候，它旁边会有那个电力出来。我们来换那个另外一个版本的奇异博士。是电影的那个穿着、啊，躲在车子后面，以为我打不到你吗？哇，这个散弹枪居然在发光哎！呦，穿过去了、啊，车子不见了！哇，车门就飞了。吸收能量，滋滋。啊，我现在能量是满的。等等，这好像是可以把东西炸掉是吗？哦，对耶，它可以把车子里面炸掉。那它是小爆炸，不是那种大型的。对人好像没什么帮助啊，看。它顶多就是站在那边而已啊。直升机呢？直升机可以炸吗？难瞄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但是伤害不大，一点点而已啊。哦，飞过来的，站着不要动啊！哦吼吼，哈，不要动不要动，哦，跳起来跳起来，炸！喷那个火花还蛮帅的。换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 Force Punch。Force Punch 好像是可以打得比较远吧。但它功能就是这样子，把人家定住而已。先传送比较远点的地方。你啊，
想办法把你炸掉，有机会吗？他怎么一直在飞啊？用第一人称看看，哇，炸了！等下这有办法吗？这么远？哦，呵呵，这没有距离的，哇，这台车也可以啊。公车呢？被载具就有办法炸掉，但是人就没办法了。